在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感谢感谢非常舞蹈团的漂亮的姑娘们。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非常六加一。这周过得好不好？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愿望、想法、希望的话呢，可以编辑短信给我们，移动、联通、小灵通的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499081110669999081。哎，说不定呢就能抽到你的号码。你可以选金蛋，金蛋砸开之后呢，金花四溅。哎，你算一下发个短信多少钱？如果金花四溅的话呢，又会是多少？好，谢谢，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现在我们要随机挑选出10位朋友，我要和他进行电话连线。来，电脑储备，准备，停。停。好了，这10位朋友呢，稍后呢，我要把电话打给你啊，联系。辽宁。手机尾号是4688。好。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晶晶。哎，你好，勇哥。你好，你好。我等你电话等好长时间了。好，现在晶晶，你很幸运啊，你是第一个来选择金蛋的人。十个金蛋，序号1到10号，任意选择一个号码，金花四溅，微波炉送给你妈。那我要5号。5号。好，晶晶，感谢你对我们的节目支持。5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溅没有问题，微波炉呢由非常六加一给你妈解决。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好了，勇哥，再见。来，继续连线。第二通信息呢，来自河北，尾号0165。你知道我是个罪恶，我做出了什么？你要惩罚我？如果这样，谁呀？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啊。怎么着？不相信吗？不相信，有点不太相信。有点不相信，你可以挂电话，没问题。相信。怎么称呼？姓邱。邱。姓邱。邱。错了，大乔的乔。大乔的乔。邱女士哈，那你现在选择金蛋，序号1到10号，金花四溅，变形金刚。2号。您说话够简练的，怎么称呼？秋。选金蛋日。这那我砸了啊。砸吧。我砸。2号蛋砸开之后什么也没有，但是不要紧啊，我们只是一个小的一个互动游戏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电话联系好不好？联系。黑龙江，尾号0426。哎 ，Hello，Hello，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咋称呼啊？叫严秀荣啊。老严啊。老严，来选择一颗金蛋，序号1到10号。6号吧，砸吧。好，好，老严，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6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溅，没有问题。数码相机，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连接的。希望你们两位的能够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谢谢李勇，谢谢，继续连线。福建，手机尾号1570。喂，喂，你好，你好，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我是李勇呢。我是，你怎么称呼啊？我姓陈，我老婆这边，你跟她联系哈。你怎么称呼？我姓甄。姓甄，真诚。
选一颗金蛋。五号吧。五号被砸了。就十号嘞。十号。五号金蛋。好，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十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溅，希望你们能够婚姻美满，白头到老。那情侣戒指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们两个人，好不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再见，继续联系。安徽手机尾号4021。若要留言，请按星键，否则请来行。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我姓乔，我来自山西。姓乔？对，乔。六颗金蛋，你任意选择一颗。我要九号蛋。九号蛋。恭喜你，彩屏手机一部，送给你，谢谢。去联系。扫黑，扫黑。手机尾号3585。一翔，喂，你好。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哎，赢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叫李小范。小李啊。哎。你告诉我一下你的手机后四位数号码，我们确认一下身份通过。3585。多少？3585。OK， 没问题。选择一个号码，十颗金蛋，序号1到10号。我选择7号。好，小李，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质量好的旅行包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再见，再见，再见。山东，手机尾号2727。计时已经开始了，感谢你。怎么称呼啊？我姓潘。姓潘啊，小潘。来选择一颗金蛋。八号吧。八号。嗯。好，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谢谢你，恭喜。来，继续连线。辽宁，手机尾号0573。先说句一通好话，然后就是一个数码摄像机。赵静薇，像是个女同志哈。让我现在都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喂，你好。喂，你好，是赵静薇吗？对。哦，哎，那我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的节目主持人李勇，你好。喂。喂，你是赵静薇吗？哎，我是啊。那刚才是谁？刚才是谁？啊，刚才是我老公啊。那我说他，我说你是赵静薇吗？你老公说啊是。确认一下你的手机后四位数号码，告诉我。是0573。来，赵静薇，来选择一下金蛋。现在还剩下3颗金蛋，1、3、4号。我要四号。四号。哎，谢谢。好，赵静薇，炮弹砸开之后是一坛金花。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数码摄像机《非常六加一》送给你们。哎呀，谢谢谢谢。好，来北京吧，来北京，我们再细聊好不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谢谢勇哥，谢谢勇哥，客气，再见，连线。
河南，尾号是9537。一家俩家三家四家找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怎么称呼？我姓贺。两颗蛋了，二选一，来选一颗。选一号吧。小贺，排球女将，像结婚一样啊！好，小贺，恭喜彩屏手机一款，谢谢。继续连线，江苏，手机尾号9980。宝宝要出生了，送他一套世界大摆。你好。你好。喂，你好。啊。这里是妇幼保健医院。您请说。目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还不知道，李大帅哥。哎，你怎么知道是我啊？我经常看你的节目啊。怎么称呼呢？我姓张。告诉我你的手机后四位数号码吗？9980。因为十颗金蛋呢，您是最后一颗，一位选金蛋的人。那看看三号金蛋里面能不能金花四溅哈。好的。好，张女士，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三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溅，没有问题的。大百科全书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希望你的宝宝能够健康，好不好？谢谢，谢谢。家庭美满，再见。好，拜拜。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稍后见。一位渴望成为主持人搭档的大学生，将通过怎样的辩论赛达成所愿？我宣布正方辩友获胜，谢谢。一位工作经验丰富的刑警为何会对一位女观众束手无策？这小孩太厉害，换一个。一对来自新疆的姐弟俩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梦想舞台精彩绽放，不要走开，非常六加一马上回来。那今天呢依然会有一二三号的主人公登上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来圆他们的一个舞台的梦想。一二三号的主人公究竟会是谁呢？大家看到的是三个问号啊。首先是第一号主人公，那在他出场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一号主人公的情况。导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特邀外景主持人。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一号选手，她可是一位相当漂亮也是非常爱臭美的一位选手，请看。这里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清晨的校园里总是能看到一群学生在这里练声。他就是我们的一号选手孟俊，现在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主修播音与主持专业，在班上担当班长的职务。其实孟俊呢，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远远比大家在这个镜头前面啊见到的更加的狂野，然后更加的不一样，更加多元化。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蓬松的头发，他平常不把头发扎起来，就是这样散的披头散发。我们有时候见他洗澡，孟俊这样，哦。哎，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是啊，这个发型特别逗。然后每回开班会的时候，他的头发会特别蓬松，像一个大狮子一样。然后同学都在喊孟俊，孟俊，孟俊，他就会特别搞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播音与主持专业小课，在课堂上，老师和同学们可以自由的交流探讨。临近毕业，课堂上更多的教学内容都放在了加强学生的实践练习上。来看看我们的一号选手孟俊的表现吧。行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消息，今天200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网球中心开始了第六个比赛日，斯涅佐娃以总比分2-0战胜中国的金花郑洁。好的，欢迎，感谢，欢迎，感谢，欢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有请一号主人公孟君。你好，孟君。你好，李勇叔叔。怎么这个辈分是这样一个辈分呢？嗯，应该是学长才对吧？学长您好。好，学妹好。师妹好哈。嗯，在南广学院哈。是的。方才在短片当中呢，你开场就是非常6+1的特邀节目主持人。谁允许你的？经过我同意了吗？李勇师哥，我是想来帮您呢。我需要帮忙吗？你非常需要。我要经过一场辩论赛来告诉你答案。你要跟我辩论吗？对。那你得找一个公正啊，那个辩论赛都有一个正方反方主席啊。这这我毫无疑问是正方，您毫无疑问是反方。什么叫毫无疑问？你正方我就偏是反方啊。当您看了题目你就知道了，您绝对想当反方。好好好，来来来，你找，为了公平起见，你找。对，我给您找一位女的当主席吧，有请我们辩论赛的主席上场。来，亚红。主席好。来，站在中间。行了，还有啥辩论就可以结束了。这是我搭档啊，李亚红。勇哥，你放心。我太放心了，有你在。来来来，什么题目？说说说。题目就是，李勇是否需要一位女搭档？哎，你在撬行啊？抢饭碗啊？李亚红在，我怕什么呀？好，现在有请正方选手。主席好，观众朋友们好，对方辩友也好。我方认为李勇身边的确需要一位女搭档。自从他做主持人以来，都是一个人单干10几年了都。请您低头看看自己，观众也看看，他现在腿都站不直了，身边连个扶他的人都没有。大家说这可咋办呀？我一直就想帮他，所以这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播音专业。经过了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今天终于站在了这里，对方辩友的面前。我认为啊，难道我对方辩友忍心不要我吗？时间到。我认为我不需要一位这个搭档，女搭档。对不起，请反方辩友向对方辩友学习，先给大家问个好，保持风度。主席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对方辩友也好。我认为呢，我不需要一位搭档，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呢，根据我这个时间到，现在进入自由辩论。谢谢主席。我没说完呢。据我方地毯式的搜索与权威调查，根据央视索福瑞数据公司提供的信息反馈，我完全有理由、有根据为广大的《非常6+1》的男观众、男选手大声地呼喊一句：我们太需要一位站在李勇身边、像我一样的女主持了。来来，根据呢我所掌握的一些数据表明呢，基本上我不需要一位女搭档，因为主要的这些数据呢，他们跟时间到，现在进入总结陈词。怎么一到我说话就他就辩友？再次谢谢主席。我想用以下几个观点来证明：首先，对方辩友是小眼睛单眼皮，而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大眼睛双眼皮，呸。其次，对方辩友的头发卷，
而站在你们面前的我的头发也卷。俩生产方便面，对方便有被誉为是玉树临风胜潘安，而站在你们面前的我被号称是一树梨花压海棠，俩人站在一起那是相当的配，大家说是吗？我所以请对方辩友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您忍心不要我吗？您忍心不让我跟着您吗？如果对方辩友敢说不，那只能说明对方辩友没良心。谢谢观众朋友，谢谢主席。时间到，请反方辩友总结陈词。我没什么可说的，您都无话可说了，我弃权了。那胜负显而易见，我宣布正方辩友获胜。谢谢，谢谢大家。咱们也很多年了，因为我是主席啊，这是由我来安排的。你也不能这样当主席吧？还没等我张嘴，咣，时间到，咣，时间到，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我也是秉公办事嘛。你这叫秉公办事？谢谢主席，谢谢。谢谢主席。我这个人啊，一直是很有风度的一个人。孟军啊，哎，也幸亏你是一位女生啊，你要是一位男生的话，我很可能现场失态哈。听说孟军在学校里面曾经被派往美国的迪士尼去学习交流了半年，嗯，感受怎么样？就是去到那些地方，然后看着那么多的小孩子，然后你为他们服务，他们老师走路在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老师迷路，然后他们就会冲过来抱着你，觉得我妈妈去哪里了，然后你要会跟他们说不用担心，不是你丢了，是你的爸妈丢了，然后我们就要去帮他们找。那因为孟军的这个美国之行啊，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擦肩而过，是什么呢？来，我们了解一下，导播。2007年，孟俊报名参加了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珍藏品中国巡展江苏站的选拔。通过自己的优异表现，孟俊从几千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志愿讲解员的资格，并拿到了由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颁发的荣誉证书。活动结束后，孟俊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江苏省的团省委就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就是可以作为一名志愿代表江苏的一名志愿者去到北京。然后当时我真的是特别想，但是因为我美国的这个事情是已经是早就定了，就几年前就已经就一年前就定下来的，就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我就比较后悔。那时候跟我妈说啊，我真是不想去。带着这份遗憾，孟俊去了美国，但是孟俊在国外并没有忘记自己志愿讲解员的身份。让我把所有我的外国朋友召集到我们屋，你知道吗？有来自好多国家，让我说你们一定要看，这是北京的，看到每一个细节真的是超级震撼。从一开始打那个，然后到后面李宁这样一步一步点燃那个纸卷轴的火炬，而且我也特别喜欢奥运会的那个主题曲 You and Me， 我觉得表现了那种泱泱大国就是那种和谐的那种。如果有幸的话，能真实的看一看水立方，真实的看一看鸟巢，亲身感受那些点点滴滴吧。这次来北京参加非常6+1，节目组特别安排孟俊到国家体育场参观。好兴奋，然后终于看到了自己老师在模型里面见到的实物，然后我觉得就跟自己想象中的真的是没什么差别，非常的好看。在国家体育场里，孟俊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了一回志愿讲解员的工作。大家好，志愿讲解员孟俊站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为您现场讲解国家体育场鸟巢的概况。国家体育场的总占地面积呢是21公顷，其中的座位呢有91000个，其中11000个呢是临时增加的。我们看到上面的那个点燃火炬的地方呢，就是当时李宁，他，哇，我现在看到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360度的弧度，他就是通过一个奔跑的姿势，然后展开了这个纸卷轴的一个造型。只要奥运会成功举办了，我心里面就是高兴的，就没有任何的遗憾。虽然跟奥运志愿者呢擦肩而过了，但是我还给你备了一份小礼物。有，来。
主席。主席你好，谢谢。这是原版的啊，官方认可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奥运志愿者的服装，展开大家看看。这是裤子，谢谢永东，送给你，来弥补这样一个遗憾。因为奥运会嘛，圆了中国人的百年之梦。好，孟军，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现在要请你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带上奥运志愿者的服装。祝你好运。谢谢勇哥，谢谢大家。17. The beer was going and strong, blaring my favorite song. I could tell it would be long till he was me, yeah, me. I could tell it would be long till he was me, yeah, it was me. Singing, I love rock and roll, so rooting as a damn in a jukebox, baby. I love rock and roll, so come and take a dive.Was me. That don't matter, he said, 'cause all the same. He said, can I take you home while we can be alone? And next we're moving on, and here's with me, yeah, me. We're moving on and singing that same old song, yeah, it was me. Singing, I love rock and roll, so put another down in a jukebox.Rock and roll, yeah, 'cause it soothes my soul. I love rock and roll, yeah. I said, can I take you home? Well, we can be alone. And next we're moving on, and here with me, yeah, me. We're moving on and singing that same old song, yeah, it was me. Singing, I love rock and roll.Down in a jukebox, baby. I love rock and roll. So come and take your time and dance with me. I love rock and roll. Dance with me. Rock and roll. Put another damn in a jukebox, baby. I love rock and roll. So come and take your time.真的想做我的搭档吗？想。真心的。真心的。诚意的。非常诚意。好，当着现场这么多朋友的面，我郑重现在声明，我同意慎重考虑。希望孟军今天有一个好的成绩，谢谢孟军，谢谢大家，谢谢。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二号主人公，马上知道他是谁，少见。有着十几年工作经验的刑警，如何在现场展示他的提审绝招？两个眉毛，鼻子上方这个位置。他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非常六加一稍后继续。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的二号主人公，来，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新疆的高海翔。千万别小看了高海翔晃晃悠悠的样子，我们拍摄到的正是高海翔跟他的同事在执行任务。目标出现，目标出现，准备实施抓捕，准备实施抓捕。没什么害怕的，因为吃的这碗饭，穿的这身制服，就意味着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做斗争。高海翔今年37岁，现在是新疆昌吉市的一名刑警，从事警察工作已经十几个年头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隔三差五高海翔就要来看守所一趟，提审犯罪嫌疑人。刑警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表情，这种表情啊，用眼睛来说话，眼睛能直接洞穿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我想用眼睛目光对他就是一种震慑，看着他的鼻子的这个方向，他始终觉得你两个眼睛始终在盯着他，对他是一种心理的震慑。六加一，可是大台子，勇哥的主持没架子，诙谐幽默压场子，观众们笑的是捂肚子。最刺激要数砸蛋子，可惜只有一个锤子。新疆人石性子，欢迎来吃拉条子。这个拉条子不知道，拉条子就是咱们说的拉面呗啊。肉丝子。辣面子你一顿能吃一盘子，新疆的姑娘是长辫子，走路就像小燕子，一笑两个酒窝子，高兴了和你动脖子，咚哒哒咚咚哒哒哒咚哒咚咚哒。这小段啊，我是现编现卖，一下子不知道是不是到位子，观众们笑的是捂肚子，我赶紧鞠躬下台子。欢迎，哎呦，谢谢。审问嫌疑犯的时候，我听你跟导演交流啊，就是说，盯哪儿看来着？就是要让嫌疑犯如果要招供的话，两个眉毛、鼻子上方这个位置，始终盯着这儿看。这有起什么作用呢？让他感觉到我们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始终直刺向他内心的灵魂。管用吗？当然管用，这眼神看着人特别厉害，不交代都不行，必须交代干什么错事了啊，必须告诉我们。我觉得我不是犯罪嫌疑人。对啊，我不心虚，你也别那么看着我，你这样看他，你盯他，你能把他盯毛了。对不起啊，我又呛行了。你盯他，你要盯着眉心儿的地方，把盯毛了。你也盯他，看看给谁盯得过谁。咱俩谁都甭笑啊，逗蛐蛐呢，甭笑啊。还鹰一样的眼睛。你们家养过鸽子吗？养了只狗啊。
这小孩太厉害，换一个。不是太厉害，人家没做什么错事儿。是啊，开玩笑哈。高海翔做警官有多长时间了？做警官有14年了。14年了。14年。你现在警衔？警衔是一级警司。这不是一级警司的衣服。是1-3星，是1毛3，一级警司。按道理我应该挂2毛1了，三级警督。制服还没换。为了舞台效果更好一些，我换了个3个星的。都做过哪些警种啊？在派出所，咱们北京这儿叫片警，我们那儿叫治安警。治安警是一个专业术语。之后呢，做过缉毒警，之后做过交通民警，之后做刑警，一直14年。14年的警力。14年哈。那哪个警种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哎呀，我感觉每一个警种印象都非常深。我觉得这个缉毒警是不是？我们都看过很多影视剧哈，缉毒警的警官们，这个挺危险。这毒品案件不是靠群众举报的啊，不是靠群众打电话举报的啊，就是靠、靠工作中来的啊，是靠经验。哎，是靠经验，有时候就要盯人了。对对对，是要盯着人。哎，那这个后来就做这个交通警察。做交通警，站我们那地区的1号岗。为什么叫1号岗呢？党委政府啊，十字路口那儿车辆流量比较大，人也比较多，所以把我放那儿。为什么呢？身材好。选你是因为你身材好。身材好。然后呢，你站在一个最重要的路口。最重要路口。代表着一个当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形象交警。啊，形象交警。就跟我们北京就站在那个王府井那个十字路口那个警官。窗口单位那叫。窗口。看把你美的。是不是做了刑警以后，是不是危险性会更大一些？老实讲，你怕不怕？我不怕。如果怕的话，就不能选择这个职业。你不怕不要紧啊，你曾经想过有家事啊？你替他们着想过？每一个警察的家属都在为警察担着心，但是我想，这就是对警察一种爱吧。我觉得是家人对警察的一种无私的爱。做警察不容易啊。哎，在做警察之前你曾经做过什么工作呀？我听说还干过不少其他的事情。做过那个大酒店门口挂一个宽宽的绶带，迎宾，先生好，小姐你好，请这边请。这做过迎宾。什么叫请这边请？啊，这边请。请这边请。请那边请。都客人说我去哪儿？哎，做过广告业务员。做过广告业务员啊。假设哈，再有一次选择的话，如果不做警官，不做警察这个行这个职业，你会选择什么职业？播音主持。你别，行，这两个你先免了。如果不做警察，我应该是一个曲艺演员。哎，我好曲艺。你之所以选择曲艺这个行当呢，其实是呢是受到他父亲的很大的影响。对。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小波，高海翔的父亲是原新疆农48师149团的豫剧团团长，从事曲艺工作近30年。受父亲的熏陶，高海翔从小就迷上了曲艺。我就每天在家里练，他那时候就在边上听。到1岁8个月的时候，这个他耳朵的灌输，棋牌舞弹他可以说80句，这很不得了了。这个渠道旁边的电线杆上有一个大喇叭，大喇叭里面就播这个刘兰芳的《说岳全传》。《说岳全传》天天就扒到那个桥头，在这儿就这样坐着，就坐着听。很小的年龄，我妈妈过来叫着，哎，吃饭了，吃饭。哎，别忙，这段一定要听完，听完才能吃，不听完不吃饭。哎，干了一辈子曲艺工作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将来再走自己的旧路。我搞了一辈子这个，另外他单纯曲艺，我觉得路子单了一点。
在高海翔大学毕业后为他选择了警察的工作。就这样，高海翔与曲艺擦肩而过，但是对曲艺的执着和热爱让他成为了单位中的一名文艺骨干。临来北京前，高海翔专门到父亲家里跟老父亲交流曲艺表演的体会。这几幅快板不仅是父子之间的话题，也寄托着父子俩对曲艺的一份感情。这快板陪着我老爹陪了几十年，50年了这幅板。我有时候呢，原来没这板的时候，我就拿这板用。这板声音确实好，被他打烂了。给我这板中间烂了，这一道口是我打劈的，打劈了以后，我好心疼啊。因为父亲身体不是很好，这次高海翔到北京参加节目，也是了却父亲的一个心愿。我对曲艺是很有情感的，我尽管他没有搞专业，但是我希望通过他的演唱，让大家更加热爱曲艺，发扬光大曲艺。高海翔的父亲呢，热爱曲艺啊，但是呢，他不希望你从事这一行。那你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能够站在我们每年年初二的公安部春节晚会上。谢谢大家。这事儿有点大啊，但是我们非常六加一节目组呢会尽量努力来为高海翔争取。好了，高海翔，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你要记住自然堂梦想之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谢谢。我说的是老李到县城出公差，进商店，他对着售货柜台就解裤腰带，哟，售货员姑娘吓了一跳，上前就把他的胳膊拽，哎，同志，您这是干嘛呢？我钱包放在了衬裤里，我解开裤带把它取出来，哟，您怎么把钱放那儿呢？你不知道，我这是第三次到这儿出公差，头一回进县城，我上衣兜就被掏去了50块。第二回，我把钱放在了皮包里，没想到丢了钱，还把我的皮包给割坏。这一回，俺老婆给我想了一个好主意，让我把钱往裤子里边揣。裤子里给我缝了个洞，到里边撑了个塑料袋，到外边缝了个皮夹子，皮夹子上还绷着个钢纱布2块。他是薄舌头也佛舌磨，就是打子哥钩子拽，我不解裤腰带，他谁也别想取出来。老李他掏出钱来一抬头，哟，不好，怎么有个小伙正朝这儿看呢？哟，这小伙个不高，挺气派，两个眼神特奇怪，哟，可把这老李给吓坏。以往的教训太深刻，我的想法把他甩，老李他东也绕是西也拐，东也绕是西也拐，好不容易才把那小伙给甩开，到没人的地方一数钱，哎呦，我的妈呀，我县城这个地方真厉害呀，我小伙还没挨我的身，拿眼睛一看，我就少10块呀，嘿嘿。老李他气得正跺脚，这时候那小伙满头大汗从后边撵上来了，哎，老同志，干啥？我是少林寺18代传人，我跟江南七怪
我还认识你。老同志，你误会了，我呀是咱们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喏，这是我的工作证。哟哟，还是我个大队长呢。老同志，刚才你掏钱没注意，掉在了地上钱十块，我拾起钱来把你撵，没想到啊你跑得比那兔子还快呢。哦，是这回事啊。我还把你给误会了。你看，老同志啊，县城的社会治安进步快，好多小偷啊都被我们抓起来了。哦，是这回事啊。哎呀，下次出差我还来，下次来呀那就方便了。怎么方便了？卖东西不用再借裤腰带。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三号主人公，马上就要出现，他会是谁？三号电。